彩色复合机，不是吧？我呢边啦，照唔影唔到我。天宇 S64 两厢运动休旅车，畅快无界限。我可不想整天待在办公室，多亏了轻便的惠普笔记本电脑，有了它，哪儿都是我的移动办公室。还是我的全新笔记本，记录我脑子里闪过的各种各样的点子，还有成千上万的好留影，安全的收藏在防震硬盘里。当然，这些都无损它惊艳的外观。最终。